谢谢大宝的皇冠，怎么刚开始就这么快呀？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你来的也太快了。我正常点说话，说话，谢谢您，谢谢阿叔的奶茶，谢谢江南孤剑的奶茶。虽然问了一下说有没有人在，然后也并没有看大家回复，然后立刻马上就打开了电台。谢谢冰淇淋配年夜饭的奶茶，谢谢说过很爱你的奶茶，晚上好呀。谢谢绝的奶茶，晚上好。我刚刚回到房间，决定开个电台。哎，晚安，好，晚安。因为我本来打算今天，其实我本来打算今天要给大家直播的。然后我在想，我昨天有说今天要给大家直播吗？我昨天说了吗？我好像没说吧，对吧？但是我怎么印象里我好像有说这件事情。就你知道，记忆很混乱。对，梦里答应的。为什么突然开电台？因为想念大家了。相信我吧，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谢谢费兰送奶茶，谢谢酷肉送奶茶。干嘛啦？这份爱会不会让你也好疲惫？谢谢皮卡丘的奶茶，谢谢绝的奶茶。对，刚刚倒了一下水。谢谢脖子疼疼疼的奶茶，你看我非常的乖哦，一回来就喝水。谢谢理工自闭人的99个应援棒，可是你为什么要送巨队的啊？谢谢 Alice 的暖暖。谢谢你，晚安晚安，这个点大家好健康啊。是真不。水虽真，哎呀，哦，为什么突然变欢快了？因为这个是正式版，之前听的都是吉他版。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怕大家太想念我，就开一个电台。不过明天也会直播，但明天我怕排练要排练到很晚，因为明天去广州，后天就要演出了，所以感觉应该明天晚上会排练到很晚，也不会排练到很晚吧，就是肯定会排练，看明天排练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直播。对，我想问，广州现在是什么天气啊？谢谢送的暖暖，谢谢你。广州降温了，我还以为去广州能穿短袖了呢。
比起上海还是要好很多吧，毕竟上海九度呢。而且上海今天最近这两天都有点就是有点风有点大，还好了，我这两天还是比较健康的。谢谢小鹿姐姐的奶茶。好困，但是要写作业，那就好好写作业吧，早点写完就可以早点睡觉了。谢谢小黄鸭送的奶茶，谢谢被杨幂拿出的魔法什么送的奶茶，谢谢小鹿姐姐暖暖。香水确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谢谢百靠奶茶，谢谢林的奶茶，谢谢朴建冲鸭送奶茶。杨兔兔什么时候来啊？杨兔兔等我从重庆回来来，我被拐去重庆玩了。但其实你们知道吧，我对重庆很熟悉，所以人还是被拐去了。谢谢阿叔送的奶茶。那我现在在哪？现在在上海呀。谢谢小林同学送的奶茶。怎么会对重庆人说？因为我妈妈是内江人啊，就以前经常去重庆，虽然是以前。因为齐静说我去重庆他才愿意去重庆，然后我问他你想去吗，他说他挺想出去玩的。那我就只能陪他去玩了。谢谢睡睡送的奶茶。对吧，我也觉得我真是个好朋友。谢谢迷人送的奶茶。我想去长沙玩。我想喝茶颜悦色，谢谢江南孤剑送的暖暖。想喝茶颜悦色的心情，从过年回来喝了段奕璇带的那一杯茶颜悦色之后，变得更加强烈。我不是过年回来之前在海口，不是就是找了一家，发现了一家这个低配版茶颜悦色嘛，然后我一天喝了三杯还是四杯，因为而且我是在临回上海前两天发现的，所以我就觉得很亏，然后我就一天喝好几杯，然后我妈很不能理解，她就觉得茶颜悦色的，就是当然那个肯定不是正版茶颜悦色。谢谢我想要真实的送的奶茶，谢谢你。充斥了茶颜悦色，大家都去长沙了是吗？然后我妈很不能理解，就是茶颜悦色低配版的味道。不是，我觉得颜之茶也和茶颜悦色的味道差很多，我觉得
更像茶颜悦色的是霸王茶姬。茶颜悦色有推荐吗？就是幽兰拿铁，我的最爱。那茶颜悦色应该给我广告费最近。只会哈哈哈送的奶茶。查理仪式呢？查理仪式就是要等去广州喝呀。我想到之前有一次就是金曲的时候，不是在广州吗？然后我们住的那条街真的是一条美食街，然后就完全每天他就在。住的斜对面就有家那个叫什么查理仪式，每天就是去排练之前点一杯，然后排练完回来点一杯。每样点一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主要是因为就是上海没有什么查理是低配，不对，茶颜悦色低配版嘛，所以就好不容易在这种有低配版的地方就要多喝一点。我今天去吃的那家烤肉店，我一开始是想吃生鸡汤的，但是被骗了。我一搜大众点评说有生鸡汤，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没有。谢谢李否送的花开富贵。谢谢你。今天吃的烤肉，他们家肉还挺好吃的。但是其他的很一般，就是还点了一个辛拉面，就是很一般。然后汤我虽然没喝。烤的还行吧，谢谢郑照送的奶茶。早茶，早茶我等中午，然后点外卖是可以的啦。等一下我回个消息哦。我在用 iPad 回消息。
谢沈阳送的奶茶，蛮挺有意思的啊，自己玩的挺开心的。谢谢九元里美送的奶茶。我每次看到这种 ID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脑洞很神奇。我今天还看了一个那个微博，就是一个新闻，然后谢谢你头秃了水推送的奶茶，谢谢歇送的奶茶，就是人家那个记者多少有点搞笑，他人家说那个公园里的椅子质量不过关，就是没有安装好，很容易摔，然后那个记者不相信，他就非得试一下，然后他就坐在那椅子上往后靠，然后他整个人就翻了下去，我觉得好搞笑。我们看那个，看一条微博吗？那个新闻，对，真的很有实践经验。但是你们可能听我说 get 不到笑点在哪里，但是你们看那个视频一定会笑到，我就在车上笑了半分钟，没停下来。觉得很搞笑，现在新闻。谢谢法祖送的浅墨，法祖送的奶茶。普通食堂我知道，但是说要排很久很久的队，然后人家就是在网上，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他的卖点是里头的服务员很帅。然后说菜品就还好吧，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就让人很没有想去尝试的冲动。如果他不需要排队的话，倒是可以去试试。去做服务员吧，支持。谢谢小鹿姐姐送的奶茶。谢谢信送的奶茶。音乐会艾特音乐会，听到了吗？谢谢小歪的尾巴送的奶茶。到时候就安排漂亮女饭或者帅气男饭在我的队列发周边。谢谢吹壳子达人送的奶茶。漂亮姐姐那可不要太可以了。之前总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根本不是为了我来参加握手会的，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姐你好漂亮呀，无语。对我都没这么热情，对我就是我要伸手握手，然后就说把手收回去，握什么呀，都这么熟了，拉倒吧，收回你这套。
两个人去日落，两个人去森林，两个人去森林，是否像今天生活，红酒我很寂寞。还没有握过手，那疫情之后来参加握手会，确实是没有办法握手了啦。我今天就播一会儿会儿。因为我还得洗头，明天还是挺早要出发的。谢谢人间一趟四季豆送的奶茶。我就是觉得你们的 ID 真的好会起名字啊，天哪，人间一趟四季豆是怎么想出来的，天哪，能不能传授我一些起名的秘诀？你是随机哦，人答歌名，真的吗？谢谢九元里美，九元里美不甘示弱。人间一趟四季豆，我搜搜，真的有这个歌名吗？没有呀，能不能给你取个名字？可以啊，谢谢浅墨送的奶茶，谢谢 you 送的奶茶。我懂了，随机取名法，好吧？我取的第一个名字叫做黄头啊，不对，黄桃罐头酸酸乳。谁想要这个名字吗？开始竞拍。谢谢水草是真的送的奶茶。那谢谢脖子疼疼疼送的奶茶。下一个名字叫做下一个名字叫做柚子，谢谢小 M 送的奶茶，谢谢胆小狗熊英送的奶茶，谢谢冰淇淋配年夜饭送。下一个名字叫做柚子发圈。柚子什么？出现的倒是挺快。谢谢你头秃了送的奶茶，怎么样，不是名字取得不错吧？再下一个名字叫做草莓冰粉。再下一个名字叫做橘子润喉糖。谢谢无糖柠檬汁送的奶茶。谢谢星辰送的奶茶。因为我现在正在看自己的周边，用我周边的事物来取名。如果你们不想要食物的话，那你叫做谢谢蓝莓柚子发圈，蓝圆柚子发圈，谢谢你，谢谢你送的。不想要食物的话，你就叫做琪琪弟弟美白身体乳。谢谢张口就来杨幂送巧克力。你看，我突然觉得取名字很容易。
想想看啊，谢谢 YPY 送的奶茶。那你叫淘喜板蓝根，这个的起名思路是谢谢杨冰一排防晒霜送的奶茶。这个起名思路是因为现在这首歌叫淘喜，然后我的左手边有一包坎，有一包板蓝根。哎，还有人要我给他取名字吗？谢谢江南孤剑送的奶茶。那你可以叫做谢谢人间一趟四季豆。那你可以，你们不喜欢这名字的话，谢谢你们，谢谢脖子疼疼疼。你们想要这种什么什么在逃，可以改名叫做药房在逃板蓝根。你们可以叫超市在逃黄桃罐头，哦不，准确来说应该是浪彩直播间在逃黄桃罐头。我真是个取名小天才啊。急需一个可以暴富的名字，我跟你想想啊。谢谢非洲，我劝你赶紧把你的名字改回去。哎，银行在逃取款机不错哎，银行在逃 ATM 真不错。谢谢 YPY 直播间在逃水推送的奶茶。哎，银行在逃 ATM 机这个名字真的不错，我跟你们说，这个名字你到谁的口袋房间去送礼物都会引起这个小偶像的关注的。谢谢小鹿姐姐送奶茶。真的，谢谢小偶像在逃公司送奶茶。哦，我知道了，你把自己 ID 改成2020届蛋推王。谢谢弟弟美白神奇不送的奶茶，你看还是有人欣赏我的起名的。2020届在逃单推王后面这个括号内容真不错。干嘛啦，你们平时不是老想让我帮你们起名字吗？现在我在这里帮你们起名字你们又不满意了，我发现你们真的很挑剔，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满足你们。谢谢 GTB 送的奶茶，满足了吗？那以后还找我起 ID 吗？喜欢吧？谢谢骷髅鲁送的奶茶。好了，换一个话题。想不开再找。笑死啦！
真好。我发现我以后如果要是当不下去少女偶像了，可以去给人家摆摊，就是摆个摊子，给人家起名字。谢谢口袋房间在逃鸡腿送的奶茶。谢谢青椒超人送的暖暖暖。还想出去浪，你一级小号，你开了小号改名，你还搁着委屈呢。谢谢恶夜送的奶茶。哎呀，我今天这个直播真是太没有内容了。万一是新饭呢？可是你发言就不太像新饭啊。谢谢2020届在逃逸考生。这个背景图片发过微博吗？嗯，昨天晚上才发过。你没有，你不知道，你觉得没有发过，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我微博啦。唉，我的微博为什么都不看啊？不看啊。一级小号怎么了？首先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真相只有一个。一级为什么是小号呢？是因为首先呢，你没有那个框框，这说明你不是 VIP， 对吧？这没有错吧？没有那个框框，就说明你不是 VIP， 说明你就不能改名，这有错吗？就你不能改名，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肯定是先听了我这个电台，然后你听了，你知道了我给起了这个 ID 之后，然后你去创了一个小号。谢谢在下怀音送的暖暖，谢谢你。真相只有一个，你已经被我看破了。啊，谢谢银行在逃 ATM 机送的奶茶。啊，这个在线等什么啊？原来普通的也可以改啊，那刚刚的推理全部推翻。谢谢小鹿姐送奶茶。那刚刚的推理全部推翻，我再来重新分析一下啊。因为你的言语之间透露了出跟我很熟的感觉。然后所以说，凭我当偶像6年的经验，觉得你不太像新饭。
因为刚刚这个人他说给我个面子，我需要你给我面子吗？谢谢苹果送的奶茶。所以说合理猜测，如果是新犯的话不会说出这种话，所以我觉得是新对，所以我觉得不是新犯。如果新是新犯的话会说天哪，哇，我翻杨幂第一天杨幂就给我取了一个新的 ID， 天哪好感动啊，我要珍藏这个 ID， 我要用这个 ID 用十年。对吧？真相只有一个，你已经被我看透了。好了，我的业务又多了一项推理，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疑惑的困惑的事情都可以来找我推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真相。对，能不能推理一下怎么什么什么怎么发财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挑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然后在你的头上套上比较不能够辨别你五官的任何的装饰品都可以，然后呢你要然后呢你要去一个属金含量比较多的地方，基本上是可以发财的，但是呢后果就是这个财可能没地方用，就是这个财虽然你可以发，但是你不一定能用，但是可以满足你想要发这个心愿。谢谢秋梨珠送的花花，可以具体一下这个细节吗？这不行，具体一下这个细节的话就是说太多人知道了，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努力还比较贫穷吗？我分析了一下，是因为你这个人是不是平时有一些爱好难以言启齿的爱好，你总是会在也不是难以启齿啊，就是总之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对外对家里人对家里人说的一个爱好啦。你是不是很喜欢在这个爱好上就是投入一些精力金钱？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爱好其实对你自己个人的运势是有好处的，对，特别是你要你非常适合就是结识一些就是水属性比较重的人，因为你命里缺水。
你也适合，就是你适合结识，你适合因水而结识人。你因水而结识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人，对。这个水不能多也不能少，你知道吧，要取中间值。还有什么想算的吗？没有的话我下播了。摆摊了朋友们，今天是试营业不收费，以后找我占卜都要收费了。问你的同学和男同学出去吃饭，女孩子都要生你的他的女朋友都要生气，这正常的。你不如反思一下，为什么你就是跟男同学吃饭女朋友要生气，这是不是你这个同学他自己本身透就是让他女朋友就是感到不安全了。就是凡事要多方面去找原因找理由，真的。明天几点钟起床啊？基本上我推算一下大概是在9点左右。行李还没收呢，我晕，我都没衣服穿了，我今天出门买了几件衣服。推算一下今晚几点睡？这个很难推算，天机不可泄露。懂？谢谢神算子杨冰怡送的奶茶，谢谢您。好的，拜拜，下播了朋友们。我今天的电台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胡言乱语。谢谢飞兰送的奶茶，谢谢。Money money money more， 谢谢脖子疼疼疼送的奶茶。谢谢，哎谢谢，哎谢谢点送的奶茶，谢谢小鹿姐送的奶茶，谢谢保安送的奶茶，谢谢绝送的奶茶。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拜，下播了下播了，明天有朋友明天见的话就明天见，后天见大后天见，拜拜晚安。